胡慧欣，看样子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现在你们把兵器放下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我一声令下，铜千金即可人头落海。贝师弟，下子，贝新红，你反了！反？不错，我反清。你们三个对付胡慧欣，我去拿魏星红。小孩，打不高就中，别让他过去。你已经被我三绝针所伤，还是不知死活。呸！先死的是你。呀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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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Ha ha ha!